王瑶文瑶，阮家拢是草，伊文瑶是宝的对啊。对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爱他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欢迎他帮我靠东西，哎，帮我毕业一些。哎呀，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滚！文瑶，他这是休啦！哎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哈！文瑶，文瑶，阮家拢是草，伊文瑶是宝的对啦。我看你死啦！你看他那个急的样子。对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爱他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你是平生做爱情啊？你别这样，你别傻！我妈想我输，得给你证明，你不会跟你笑啊！你不会跟我笑，上个房啊，快快的，你叫笑话我，叫笑话我啊！那你到底怎么看人家？你的证据我都忘不了你，阿你给我听听，给我听到一句噻！你背信爱犯啊！你敢再问我天心？好心，有个美女，好心，你好心。你果然忘掉，就算我听到的理由，妈妈不应该牺牲你。这一切都是妈妈的不对。不过你说你是为了这个家才这样做，这我也认同。再怎么说，你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，尤其是我，从来不吃过苦，受过什么委屈，所以你说的以下的苦衷，我一点都没得体会。我不敢说你会当体会，我只求说还没说完。说起来，我无多体会迄款的苦衷，是我好运，嘛是我好命。所以妈，我真正的感谢你，感谢你把我保护到这么好，我会当安尼无烦无恼。我若是生在一般的家庭，我可能就无法度过这么好的生活。我冷静来了，我有慢慢的想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的爱情一个做老太太的本分，把这个家还好。爱打去做妈妈的责任，把阮这几个囡仔照顾好势，甚至可以面对爸的不忠。迄个时阵，阮阁遮尔啊细汉，迄个心内一定足艰苦的，煞无人通好讲。所以你一定是伫心力交瘁的状况，才会做出这种选择。
真正想袂到，我会当听到你这么体谅的话。我刚才一直看到，顾虑到我家己的心情，我煞无去看到，为着要保护阮的你，已经伤痕累累啊！我若是连这点的苦衷我拢无法度体谅你，我就真正想要唔捌代志啊！你去做歹代志，拢是妈妈唔对，我做这么离谱的代志。你过那起来，我丢脸替我想。我，其实是有人甲我开破，是文耀。你知影这件代志啊？妈，你若是今夜甲代志也压出来，你真正想受罪啊啦。经过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哪有什么资格让怀疑我呀？就算说你不甘要委屈，要把事情压出来，妈妈也不会疼痛。你敢愿意原谅我？不必啊，你是对阿姐做什么代志是无？阿婆，我来听你讲哦，叫阿姐对我原谅你啊。其实。无啦，啊，是嘛？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大主大姨把我的包包摕去修理保养，啊，搁叫我生气啊！啊，恁就可能为着一个包包，我今讲讲咧，目屎流目屎滴，啊，搁讲啥物？爱原谅，无要原谅安尼哦。唉，这拢爱怪我啦！啊，迄个名牌包，我着逐工咧用啊。啊，熊熊找无，我就跟妈说性地啊。啊，那真正是安尼哦，安姐啊，就是你也唔对啦。还是讲哦，啊，既然是你唔对，是安怎是你妈妈在跟你回事的？是我人在福中不知福，黑明明就是我十八岁。时阵马上给我成年礼的礼物，不管是新的，还是已经有磨损，都是妈的爱心。伊竟然搁甲我生气的，不原谅伊。对，你会原谅我？我拢讲这么多啊，你搁听不出来哦？老虎必休假。我这个无好嫁的妈妈，竟然有你这个一百分的查某囝，一定是天公伯啊！我真是老想好，因为才我一个，我一个心肝宝贝。妈，你外省来，你是九十九分的妈妈。嗯，今一回哦，是无想要和你受过教哦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妈妈什么拢听你的，好。